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爱琴音乐公益课堂，从零学古筝的课程。这节课我们要一起学习的乐曲是《蝶恋花》。《蝶恋花》是一首非常好听的乐曲。这首乐曲是一首潮州的音乐小品。那说到潮州，我们首先要先了解一下潮州音乐的演奏特点。在潮州音乐的演奏过程中，所有的发和西的音，叫我们之前练习过的小星星以及发和西的其他的练习是不太一样的。在潮州乐曲里面的发比还原发的音略高一点，但又不够声发，它的音高更偏向于还原发。那么在潮州音乐里面的西是比降西略高一点，但又不够还原西。同样，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技巧，就是在音乐上行的时候，西的音高略偏向于还原西，在音乐下行的时候，西的音高略偏向于降西。这个独特的特点就使得潮州筝曲的地方韵味是与其他的乐曲与众不同的地方。那我们还是首先来看一下蝶恋花的谱子。好，我们从第一小节开始看。在第一小节的第二拍就出现了西。那么在弹奏这个西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在弹奏西的本身不要揉弦，反之要在弹完西之后的拉上进行揉弦。我给大家演奏一下第一小节。好，大家会发现在我刚才弹奏的拉的揉弦，它跟我们之前学过的起到润色作用的揉弦已经不是很一样了。那么在这里面的揉弦，它的揉弦的幅度比之前的揉弦略大一些，但同样也是不改变音高。揉弦的频率也没有之前的那么的快。那么在进行潮州音乐的揉弦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手、腕、肘三个部位的有机结合。在揉弦的时候，更多的是以胳膊肘为轴在进行揉。揉弦的时候，我们的揉弦的频率上下都是需要用我们的手去进行控制，不可随意的去揉，同时也要保持我们揉弦的频率，不可过快，更不可出现频率不一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西上不揉弦，我们把西的音准弹对即可，在拉上进行色彩型的揉弦。我们再来一遍第一小节，大家感受一下。这个是潮州筝弹奏的时候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第二个呢，是建议大家在演奏的过程中尽可能的贴近前乐山的位置去弹奏，因为我们知道在传统乐曲的演奏中常常使用的是钢丝弦来进行弹奏。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尼龙弦在靠近乐山的地方，它的声音是比较贴近于钢丝筝的，靠乐山的地方去弹奏更有利于我们
还原民间音乐的音乐风格。所以建议大家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不要经常在琴弦的中间去弹奏，而要更多的使用靠近乐山这个位置的弦段来进行演奏。以上呢，就是这首曲子里面从演奏技巧上我要给大家提示的。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一句一句的从音乐上再给大家进行一个梳理。我们首先看第一小节。通过唱谱子，我们会发现《蝶恋花》这个作品又是一个长短句的作品。我们来看一下前八个小节。好，大家会发现第一第二小节为一句，第三第四小节为一句，从第五小节开始一直到第八小节结束为第三句。那么在第八小节第二拍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空拍。这个空拍怎么去弹呢？我们这个空拍在演奏的时候使用的是内指音的方式，即弹完了以后用手侧面轻轻的盖一下就好。那么在指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不可弹完了以后直接捂死，而要轻轻的就可以了。另外呢，在指音的时候不要使用指甲去指音，这样的话会很明显的听到一个指甲的杂音。这个地方指音的运用更多体现的是音乐的一种轻巧，所以在这里的弹奏过程中不可因为加入了指音而导致音乐的笨拙，比如这样。好，我们继续往后看。那么从第九小节开始，每两小节为一句，在随后的四句中音乐是处于情绪逐渐往上递增的，也就是说在这四句的演奏过程中，一句要比一句演奏的音量更强，情绪更加饱满。我们看一下，地方呢有一个小气口，就是在乐曲的第十六小节第三拍的结束，在米骚的前面会有一个小的气息的停顿点。这个停顿点犹如我们说话中的欲言又止，之后又继续再说，所以在弹奏这个点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前面的软软软软结束到后面咪骚之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气息的口，把句子画一个小逗号，然后继续再说，再画一个逗号，继续再往下进行。那我们从前面第十三小节开始往后连贯一下。
两句的停顿，音乐继续再往上面进行增长。后面同样又是一个喘气。对比句，这时候进入到一房子。那么在从头反复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音乐上比第一遍略微更加流动一些，速度也可以比第一遍的时候略快一些。如果我们第一遍的速度是一个中速偏慢的速度的话，那么第二遍的速度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跳跃和欢快的感觉。传统筝曲因为其老人在运曲时的不同，所以流传的版本也各不相同。就以《蝶恋花》这首作品为例，有的版本会反复三遍，有的版本会反复一遍，也有的版本会从中间段落进行反复。这个跟版本的正确与否无关，只是因为以前的老艺人在演奏过程中运曲的不同而所产生的不同。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太去纠结于版本究竟哪个是对的，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那下面我为大家完整的演奏一下《蝶恋花》。这节课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下节课再见。大家好，我是黄宝琦，很高兴与您相约在新爱琴丛林学古筝课程，与您共同学习古筝的弹奏技巧与名曲佳作。更多的精彩课程，请点击右下方订阅，
期待着与您共同领略古筝的艺术魅力。